你是不是累了？我下午抽空逛街去了，再加上开项目会，在那儿工作了9个小时都没坐下。不用管我了，你证据查得怎么样？有眉目了。那太好了。林夕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看看啊，奶茶、蟹粉小笼包、好，火锅。火锅。你都要带我去吃啊！好，每一家都这每一家都带你去。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全都画上去，我到时候一块带你去啊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不会干什么坏事了吧？我确实干坏事了，如实招来。没有把你喂胖，算坏事吗？我看你现在更像坏人。说想吃什么，写上去。还有什么呀？我想不到，这是什么呀？焦糖玛奇朵。这绝对不是焦糖玛奇。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。这是提拉米苏吗？这是巧克力蛋糕，你看它这个样子。那不然咱们去吃这个烤肉串，咱们自己烤，就是酱特别好吃。自己烤啊！快记上，这个必须去。你们真的要跟 XV 公司打官司吗？没有啊，只是发了一个律师函而已。林夕，等我忙完这件事情，我的全部时间都是你的。你忙你的了，不用管我。我今天还要在学校做一个项目去。去做项目？就是没办法，之前做的东西数据出了一点问题，我之后再去学校看一眼。钱够花吗？如果不够的话，就用我给你的工资卡。我怎么会缺钱啊？如果累了，就好好休息。如果项目遇到了什么问题，随时告诉我。需要的话，我会问你的，不过我自己可以完成。好吧，我走了。拜拜。